好，婷如这次在《步入海边》《吹吹风》中饰演的忠犬护理师严婷，她在这个林柏瑞饰演的大武身旁一直跟着，也因为大武的影响，心中燃起了成为医疗人员的人生目标，决定用自己的专业守护身旁的人，成为可靠的依靠。好，左边看一下哦。好，把视线移到。好，再把视线移到右手边。再换一个动作，来到中间。好，大家 OK 吗？好，最右边。那婷如是金门出生哦，这次回到金门拍戏，到时候可以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金门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好，媒体朋友们，中间再看一下咯。好，谢谢帅气的婷如，漂亮的照片。好，王青这次在片中饰演的是行销奇才吴彩珍。彩珍呢是金门酒厂的行销高手，热情洋溢又活泼大方。他和海诺、大吴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哦，暗恋大吴呢，却从不表白，选择默默守护在他身旁，用行销手腕为家乡注入活力。而现实生活中，来自金门的王晴也透过戏剧作品，把金门的风光美景推向国际。好，王晴看一下右前方。好，好，我们再把视线移回到中间。来，中间这边。好，中间看就看他左手边。来，左边。好，还有哪边有画面需求的吗？媒体朋友们。好，可以吗？好，谢谢王晴。好，看一下正前方哦。好，紫薇这次在《步入海边》《吹吹风》当中饰演的是窜红星星唐蜜。那唐蜜虽然这个外形非常的光，非常的亮眼，但是努力却不见成绩哦，一直是最美的女配角。对这个陈柏霖饰演的白影墨怀有复杂的心情。而剧中呢，因为绯闻而意外走红，她的名气来得快，却飘忽不定，陷入了迷茫与失落之中。好，我们看一下左前方。好，刚刚透过这个角色介绍呢，可以看得出来紫飞这次在剧中的设定呢，有非常多的内心戏跟这个非常多的内心的拉扯，相信他在片中会带出非常多的精彩的表现。好，中间看一下完之后，我们把视线移到右手边。好，给右手边的媒体朋友。好，请问媒体朋友还有哪边有画面需求吗？中间。好，紫飞，我们看一下中间。好，谢谢，好，谢谢子飞。好，左边这边看一下吗？谷歌 OK 吗？好，看一下谷歌。好，谢谢子飞这边。好，这次倩佳在片中饰演的是追爱女子叶子婷。她在片中呢是开这个海鲜餐厅哦，擅长经营，做事利落果断。向往爱情的她呢，却在里面的故事当中曾经受到网恋受骗。而在片中呢，他跟这个杨子怡同居多年，却只是合伙人跟室友的关系，分分合合，始终舍不得对方，两人的互动非常的可爱，相信观众朋友们一定也会非常的喜欢。好，右手边看一下。好，右手边看一下。好，那我们请倩佳把视线移到中间。好，再移到左手边。好，左手边的媒体朋友，来这台。好，左前方。好，请问 OK 吗？中间再看一下咯。好，我们请倩佳看一下中间。好，倩佳跟子怡呢在这片中饰演的是这个妙口 CP。 那这个妙口 CP 的互动非常非常的可爱。那片中的子怡呢虽然不擅长言语表达，但是跟这个倩佳细腻的互动呢，跟彼此之间的默契呢是非常的可爱的。那这对妙口爱情呢，也展现了最温暖的真实。好，右前方看一下咯。好，右前方看一下咯。好，再来，我们把视线移回到中间。好，中间看一下咯。我们妙口 CP 看一下中间。中间。好，那我们再把视线移到左手边。好，要不要比个爱心？两个人有没有爱的感觉？对，有爱的感觉。妙口 CP， 妙口 CP。
好，视线移回到中间，有爱有爱。好，再把视线移到右手边，两人这个吵吵闹闹，相信有很多的情侣跟夫妻看了应该是非常的有感的。好，请问还有哪边有画面需求吗？好，中间再看一下哦。好，可以吗？好，倩如摸造型哦。那在片中的她呢，是擅长这个海鲜料理，性格虽然慢热又内向呢，但是非常依赖我们倩家哦。两个人的互动呢，是刚如同刚刚所说的，相信许多的夫妻啊，跟小情侣看了都一定非常的非常有感。好，那我们的痴情男子汉对于爱情的这个忠诚啊，跟这个勇往直前的样子，相信也会让大家看得非常的喜欢。好，还有哪边有画面需求吗？好，右手边看一下好了，右手边。好，可以吗？好，中间再看一下，我们请子怡看一下中间。好，好，欢迎，好，学府小心哦。好，来这边舞台中央这个定点这边，我们让媒体朋友捕捉你漂亮的照片。好，来看一下中间，先有请。好。这个入围金钟的雪芙啊，近年在许多的作品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那这一次在这个《不如海边吹吹风》当中呢，也是一样有突破性的演出哦。他演出的是这个民宿海边吹风的活力管家，从小被这个海风里的居民照顾长大，性格开朗又坚强。他呢就像是南岛的阳光，无论是在市场叫卖还是抓海胆哦，总是活力满满，照亮每一个人。他就是我们的最美小海女李海诺。好，右前方看一下咯，雪芙，我们看一下右前方。手挥一下呢。好，右前方我看一下中间。好，透过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雪芙这次在金门拍摄呢，展现了许多非常活力的一面。来，左前方，好，左前方，左前方。好，有别过往的演出，相信观众朋友们看了一定也是非常的过瘾。好，中间再看一下哦，雪芙，我们看一下中间。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移到右手边，好，右前方，给媒体朋友们。好，可以吗？媒体朋友们 ，OK 吗？好，左前方再看一下好了，左前方的媒体朋友，左挥一下，左挥一下。好，好，雪芙请留步哦，我们要请你的 CP 搭档出场咯。好，让我们用，耶！好，我们两个 CP 看一下前方。好。柏林跟这个雪芙呢是四度搭档合作，那这次的演出呢同样也是让人家非常的喜欢跟抓各位观众的眼球。好，允诺 CP 呢两个人在剧中呢从针锋相对到逐渐靠近哦，这个原本高傲的这个剧中的柏林演出的白影墨呢也将透过这个剧情的推动慢慢的流露出温柔的模样。相信这个影帝影后级的这个演技互飙呢，观众朋友一定看得会直呼过瘾。好，左前方看一下咯。好，再让我们把视线到中间，中间，中间。好，再来把视线移到右手边，右手边。好，那可以送给媒体朋友一个粉红泡泡的感觉吗？粉红泡泡的感觉，粉红泡泡咯。好，看一下中间。好，粉红泡泡，好，来，害羞害羞害羞，有没有？好，粉红泡泡，好，看一下中间，好，好，变成耳朵了，有没有？好，中间看一下喽，啊，也是蛮卡哇伊的，好，中间看一下喽，好，好，视线移到左手边，送粉红泡泡给左前方的媒体朋友，左前方的媒体朋友，好，左边，左边，左边，粉红泡泡要有哦，我们不能输妙口 CP， 好，来来来。好，来，我们把视线移到右手边，右前方。好，会不会想说，其实根本也不要比拼这个意思，有没有？好，看一下右前方，好看一下喽，粉红泡泡的感觉。好，爱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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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哎，两个人这确定是四度合作吗？感觉默契都还好。好，看一下右前方，可以吗？可以吗？好，中间送一下，中间再送一下，中间再送一下。好，中间。好。好，好，右前方，右前方的媒体朋友，因为这个画面实在太养眼了，大家是非常的尽情的捕捉，有没有？可以吗？好，左前方再送一个，左前方再送一个，左前方的媒体朋友，好，
左前方，左前方。左右。哈哈哈哈哈。好，谢谢雪芙。好，谢谢。好，雪芙喽。好，我们要拍柏林帅气的照片啦。好，柏林这一次在布鲁海边，朱雪峰饰演的这个是帅拽大明星白以墨。那这个片中这个白以墨呢，他是天才型的人气明星，外表帅气迷倒了无数粉丝，但是他的背后呢却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伤痕。这一次呢来到我们这个故事当中的金门呢，到底是为了要逃避，还是为了找回真正的自己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前方，正前方看一下咯。好好，再来看一下右前方的媒体朋友，右前方的媒体朋友。好，再来我们把视线移到左前方，左前方看一下哦，左前方看一下。好，还有哪边有画面需求的吗？好，这边。好，柏林，我们等一下借一下你的视线给右前方的媒体朋友。好，柏林，帮我们看一下右前方。好，右前方这边看一下咯。好好，右前方这边帅气的柏林。好，可以吗？中间再送一张，中间再送一张，中间送一张。好好，谢谢柏林。柏林这边好，中间先看一下咯。好，劈导出手品质保证啊。曾经荣获戏剧节目导演奖的劈导何润东呢，每一次作品都非常的用心。那这一次的布鲁海边吹吹风呢，也把这个金门的风光美景推向国际之外呢，他也透过他的这个指导细腻刻画了这个人物的情感，相信这个观众朋友看了一定会跟着非常的感动，也值得大家细细品味。好，劈导，我们看一下左前方，左前方看一下咯。好，再来我们把视线借给右前方的媒体朋友。好，右前方的媒体朋友。再来我们把视线移回到中间。好，中间。好，再一张哦，帅气的劈导。好，请问大家画面需求 OK 吗？中间紧，再紧，再紧，再紧。好，看小虎哥的手势，中间再紧。好，可以吗？好，所有的演员们，让我们先看到中间。好，我们把视线先看中间哦。好，中间我们先看一下。好，再来我们把视线移到右手边。好，右前方，右前方的媒体朋友。好，右边。好，统一看一下右前方哦。好，右前方。好，再来我们把视线移到左前方，左前方，左前方这边。好，再来我们给个热情活力的感觉好了，既然我们是到金门拍摄，热情活力考验各位导演跟演员群咯，热情活力的感觉咯。好，看一下前方，要够热情活力咯。好，三二一，看中间，中间看一下咯。好好，热情要依旧 hold 着，我们要把视线借给右手边的媒体朋友。好，热情要保持着哦，右手边，右前方。好好好，我们这个热情不能减退，不能减退。好，再来把视线借给左前方的媒体朋友，一样要活力满满哦。好，左前方，左前方。这什么东西啊？好 ，OK， 中间再看一下，中间再看一下哈，中间先看一下。好，中间再看一下咯。好 ，OK。来来，中间的左前方这边。好，谷歌这边，左前方。好，再送一张给右前方的媒体朋友。好，中间再最后一张，中间再最后一张喽。好，最后一边再送一张，右边送一张。中间。好，来。好，12月14号，左前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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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好，左前方。好，可以吗？好，最后一张，中间最后一张了，最后一张了，最后一张了，最后一张了。好，最后一张喽。好，中间。好，谢谢。好，好想先问一下导演，那这一部片子有什么被变质含义？会不会导演跟拍板已久？其实不会，因为我觉得韩版的那个跟我们这个是走不一样风格的，他那个呢是走比较喜剧一点，然后比较天马行空一点。那我们这部呢，其实在得到 IP 之后呢，我们进行了一些比较大量的修改，就把它比较着重于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然后呢比较稍微朴实一点点，对，然后
而且我们有这么优秀的演员，我觉得这个就已经不怕了。我觉得那边有很多的一些在地文化很棒啊，就比如说风师爷啊这样子，然后也有很多美食啊，然后比如说雪芙他彩欧啊，对啊彩欧啊这样子，我觉得在那边，然后天气也很好，然后我觉得基本上好像没有下过几次雨。但只是风大一点，但是我们戏剧在海边吹吹风嘛，所以无所谓。你看我今天头发都像吹过风一样那么乱。想问一下那个雪芙跟柏林，他这一支是自杀吗？默契如何？默契非常好啊，非常好。拍照的时候，因为那是拍照。我在戏里面对，跟雪芙合作第四次，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蛮轻松的，对，很轻松，然后也很好玩。那像刚刚有说，就是学府内里面有采科嘛，那有没有学习一些开科技巧？开科，我当时只有学着怎么采，然后还有怎么采进去那个泥里面，所以其实蛮困难的。对，听说很冷，非常冷，超冷，没有，有的时候是真的累，热到爆炸那种。那有没有热到爆炸？当地的高粱的。要，我每天收工，我每天收工。你有需要这样做，每天。有没有哪一场戏是要喝的那种？有啊，哪一场是喝醉的？就是我跟我们啊，你那对对对，不要剧透，反正那里面有喝蛮多啊，有喝醉这样，也一点点这样。那毕老师只有撞坏一台名车吧？这个分享过。哎，对，我都忘了。还好啦，因祸得福嘛，对不对？车祸要得到一个这么棒的一个戏，然后马上就要上了，我觉得就很棒了。对，那就大家上个礼拜有没有关注他的棒球十二场赛事为台湾队应援打气，或者说很开心可以台湾队夺冠？有看要看的，还是就是都跑去买鞭炮来放了。对啊，赢球那一刻就是放鞭炮啦，太爽了！而且刚好 P 导做的这件 T 恤嘛，不如海边吹风。但是自由做手，是不是就是对？就是我们做对，对不对？就是这样，对。对。那柏林哥呢？是自己有发？哎，我很多日本朋友传讯息来恭喜我，对。然后我说啊，谢谢你们，也谢谢日本队这样子。对对对，我觉得两队都很棒，这次的系列赛真的很好看。好看。对对对对对，谢谢。